小凯，干嘛？陪我看。波王源，你又要我陪你看《匹诺曹》？好不好嘛？不不要，我都陪你看过一遍。可是这次是不一样的，你就陪我看看喽。其实陪你再看一遍也不是不可以。那怎样你才陪我看啊？哈哈，求我。找你陪看好剧，你还这么多事儿，我还不稀罕跟你一起看呢。好好，圆圆，我错了，不就二刷匹诺曹吗？来来来，看去。